你的心里是否住着这样一个人？你悄悄记得他的每一个笑容，每一个习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何故？何故的何故？请甘愿让这爱被岁月深藏，十年如一日，而他却始终不知。我喜欢宋君涵，想趁宋君涵腻歪之前多享受一下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。是什么浓过酒麻醉我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跟你认认真真谈一次真正的恋爱，可以吗宋君涵？是什么烈过火灼伤我？你知道宋君涵当初为什么找你啊？宋君涵和冯峥以前好过，我们计划年底订婚，君涵说会告诉你。是你足够冷漠，还是我太过执着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你不是想和我在一起吗？宋君涵，你到底有没有心啊？你转身，风声传离歌。我是周鹤一的司机兼导游。原来心死了就感觉不到痛了。你伸手却直取隔银河。哥，你有没有一点喜欢我？有，何苦何苦。当久别终重逢。我跟别人上床的。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把何苦还我，还给我。或许爱一个人就是渡劫，他们的结局是劫还是劫？我的酒中人心大彻大悟的心。湖南卫视青春进行时，唯美之恋等你开启。